潘文莲差点就被隐瞒，顺便告隐瞒，今天出来做党啊！这个陈翠云啊，伊甲潘文莲先告完全无疏忽啊，看潘文莲反应，就知影苏家的命一定甲有关的。只要当找到，搁较直接证据，伊就走袂去。即阵干那希望警方迄边啊，能够跟证明啊。 迄许尾顶关头毛确实是妈的，安尼潘文莲都不要变改啊。我嘛希望是安尼。啊哥，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有新的发现啊。哦，什么新的发现啊？敢是甲麦代志有关系啊？嗯，这波是我今仔日伫病院捡到这病人的治疗日志啊。啊，这日志甲苏州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嘛，发生代志的迄天，迄拄仔好就是这个病人伊入院的第一天啊。 伊伫水池边啊，通医疗大楼的迄个走廊，用这拍立得迄一张相片。相片顶悬，敢有日期嘞？你看，爸，你看，这敢是潘威廉甲周小安啊？你看的日期，都是妈出代志迄天啊。我想一定是潘威廉甲周小安，因甲妈杀了水了后要离开，拄仔好这病人翕到。啊，你真好。 不要是讲话，苏军出代志迄天，潘威廉确实伫病内底，嘛当证明潘威廉甲周小安迄当阵啊，有出现伫水池附近，因两个嫌疑上大。我加上潘威廉的手表当做证据，今都希望啊，警方当证明啊，迄头毛确实是妈的，这所有证据若是假起来，其实啊，伊煞袂记啊。那潘威廉、周小安嘛共款。 我今仔日伫病院拄着周小安的时阵，甲伊问到妈咪安尼代志，伊甲之前摕到利益哩，讲拢是潘威廉一个人做的，甲伊拢无关系。但即马有这张相片，等于证明因两个人迄当初确实做伙，咱才来看，看伊要安怎变改。我也想要知影，伊要安怎变改啊？我咱即马来找因两个，叫因互咱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好啊，这就快点我参观，给个人做会记，但一个一定要知影真相。 绝对别当帮你算。好。那如果是你啦？哦，英哥在阮家是要创啥？阮家是恁家糟糕，我已经足侪代志要还啊！莫跟人讲啊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！你出去，真无欢迎你，跟我出去，出去！你这个人是要创啥？ 你是不是会惊？阮有法度证明潘威廉就是真正凶手啊！我后生不是凶手，你着真正只相信你后生，你敢想要去投案，看你根本就做啥心意？什么做啥心意啊？阮只是哦，无想要看恁安尼三不五时就走阮家乱，真正有够惨啊！恁若搁毋走，我着报警，叫警察给恁抓走。好啊，你着即摆随报警。 阮就用伊甲新的证据摕去警察看，就用伊证明你甲阮妈妈名有关系。什么证据啊？潘伟林、曹小安，我问你，苏娟出代志迄天，恁到底是对？这问题我已经讲过几落届啊。迄天我已经离开病院，准备要带小乐去月子中心，我根本就无拄着阿姐。 潘伟林，伊，我嘛甲警方讲过啊，伊讲我嘛伫厝内迄个群，毋是，阮嘛会当证明啊，对吧？对啊，伟林伫厝内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拢无伫个苏娟名下现场出现过，也无拄过伊。我就讲我伫个厝内啊，我是免哪去拄着吴淑娟呐。我嘛共款。 迄个时阵哦，我要去月子中心，那知影阿姐会去水底遐，干嘛呢？那安尼，这张相片内面人是啥？无恁两个是另外出丑。这相片是伫倒位的？当时迄个啊？这是一个白人翕的，我甲在周小安，甲伊的治疗日志摕去弹掉，拄仔好互我捡到，才会找到这个新的证据。原来是迄个白人的日志。 你给我，你冲啥？哎，你冲啥？快快快快快！哎哎哎！
周小安，我是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新的证据啊！你哪会国家动作，我哩敢物件嫌你啊？迄张相片，顶过来时间写甲真清楚，会当证明啊，我茫歹势写作啊，你确实是在病院内边，而且啊，阁是伫治疗附近。恁阁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我向有收着。我迄天哦，确实伫咧厝内，啊，不过后来我感觉头足晕的，所以我就走去病院看医生啊。啊，想袂到嘛，拄好拄着小安，伊人嘛咧无爽快，所以我就去甲扶一下。我唔对啊，迄个时阵我准备要去月子中心，拄好拄着康威尔，阮就做伙行。周小安，你拄仔毋是讲淑娟出代志之前，你已经离开病院去月子中心啦？啊，无拄好一张相片，是伫个淑娟跋落水以后无偌久拍到的。这个证明，淑娟出代志时，恁两拢伫病院。就参像阮之前讲的，恁就是惊阿哥会拆破恁两个人的关系，所以你害死伊了，就凶凶公公离开病院对吧？韩国人，就跟平安六兄弟，就这样证明，你之前做的口供全部拢是假。你根本是在讲白菜，我嘛到底想怎让你害死？够！我，你是要讲吗？你也是讲不讲？莫怪罪你无客气，你是要讲我哈？警告！放开你！我嘛想让他死害死！放开！放开！你莫来为难为你，你个小人，你放开我！好，休息啊！不要紧，黄立正我已经吹掉啊，你变哪边啊？凊彩。我连名都开始送了，提警察局到警方来处理。相信警警就当查着，恁敢冒命的关系啊？周小安、潘威廉，恁的报应警警就会来啊！恁暗藏遐尼久的罪行，都要让我拆破。恁就等咧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我绝对袂放恁煞。潘威廉、周小安，恁还阁有淡薄良心？都故意自首认罪，唔通愈行愈偏，啊！如到时阵，真正被后悔都袂后悔。潘威廉，我送你迄粒手表啊，是希望你会当了解对你的心意，让你好好经营你家己的人生，唔是像即马安尼愈行愈偏。希望啊，你会当好好想起因以前对你讲过的话。反省一下，千万唔通阁让伊对你再失望啊！走啦，行，等阵嘛去警察局，甲证据啊交给我。我翕一个什么相片？到底谁哪会安尼啊？我看这下是变安怎？潘威廉，拢是你啦！破台无一再平，要创啥？看咱即马是变安怎，甲警方解释，你讲啊！周小安，迄个时阵是你叫我去陪伊阻挡吴淑娟的呢？我叫你做东西，我并无叫你该开始。我该开始，我迄个时阵想要救伊，是你叫我莫救伊的，阿妈，即摆吴淑娟是我一个人害死的。喂，是啥？周小安，阿妈好啦。恁即摆安尼怪怪听也无路用啊！恁做的歹代志，拢已经准备要变空啊！恁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好人让你去看啦。永贞啊，你唔通我袂讲啦！就算讲威廉甲小安出什么代志，咱四个人哦，拢会受到牵连。即摆咱大家都要团结，去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件代志，安尼唔则对。解决已经无法度解决了，准备面对现实。